大家好，我是珍珍于佩珍。我一直很想要去台湾的阿里山看日出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山坡上搭过小火车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。然后我听人家说，阿里山上有很高大的块木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块木长什么样子，所以而且我也没有就是在山上看过日出，所以我非常想要经验。